八点要七十二公尺。对啊。七十二公尺，十米楼，十米楼。手机可以去，没错。我把它手机，对，这就是乌来那一个。你手底下
像有臭虫。有看到？头顶上。真的。打他干嘛？稍微臭臭的，你不要逗他就跑掉了。我们要跟大自然共生。这么久
是智者，可是一般人听到400块，活下来简单。对啊，其实说真的，其实不会。你要来一张开房费，会不会有？房间费有吗？打出来。对吧？全部的大人打完疫苗才要出来。传简讯来啊！我打了第一剂，万一怎么样的话，我们再麻烦去看。